别跑，先把这抓，这不咋上货，徒手抓这一块，你们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？哇，这个皮皮虾大，这个皮皮虾好大，超大，哇塞！谨慎，收，我操！听的鱼，我操！听的鱼就不要了，听的鱼就不要了，收，哇，特别 nice。收，哇塞，非常麻烦，前面都是啊，慢慢抓。哎，上，干啥呢？走吧，回家了，别待在这里了，走吧，回家了，走吧，还在这地方夹皮皮虾呢，走吧。这种鱼，哎呀，跑了贼快，跑了就不要了。跑了说明它活力强，它有这个求生的欲望。这里不跑那不好意思了，这一块你只能到我的桶里来。哇哦，这皮皮虾扎手，你们要是来海边玩的话，指定不能跟我一样，也徒手抓。你们徒手抓不行啊，就是说看我视频的铁铁嘛，还是那句话，那你们要是想过来找我玩的话呢，一定要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互动哈。你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互动，哎，我这一块我都会抽几个人，然后过来找我玩。你们来的什么地方也可以打在评论区里面，咱们多互动互动，我都会给你们回复的。哇哦，上，爆桶了今天，满满爆桶，上来了，上来，我去，哇哦。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强迫症的感觉，就是说我这一块抓货贼溜了，贼快了，毫不留情，一夹一个准，一抓一个准。前段时间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好多人说我这一块有那个有点墨迹，我没办法，那个时候货少呀，那个时候货少，你说都跟今天这个货似的，你说我能墨迹吗？我巴不得把它全都带回家，我能让它遗留在沙滩吗？你看这小白虾，这小白虾都够我都给我抠着，哎，上来吧，哎，上来，抓不到，咱老弟，乌油，你给我上来，小白虾，哇，全都是皮皮虾，收，钉子鱼就不要了，海鲫鱼这一块，你说要煲汤有煲汤的，要红烧有红烧的，要辣炒有辣炒的，收。太多了，就这一块呀！哇塞，给我上来，上来！我的个乖乖，上货，特别肥。这螃蟹就不要了，这螃蟹嫌弃，直接让它扔了，扔了让它回归于大海。咱们只抓鱼，只抓虾。现在我抓螃蟹已经不感兴趣了，现在对螃蟹已经失去抵抗力。哼，关键虾多。太多了，哇塞，真多！上货，你给我上来吧。哦，海鲫鱼，上货！哇塞，上货！哎呦，蹦啥呢？你这一块的，都到我的桶里来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能让你跑了吗？陈哥，快点抓吧，潮水要上涨了。一会儿潮水涨上来以后，都没时间了，都没时间抓了，它又要回归于大海了。不要担心这一堆鱼它会死啊，潮水马上要上涨，等到上涨以后呢，它就全都又回归于大海。等到它长大以后，咱们再抓。龙尾鱼，现在把里边龙尾鱼挑挑。我去，好多了，龙尾鱼也好多，小白虾也特别多。今天晚上这个小白虾也非常多，那个。过两天过了风以后啊，那个货更多。我今天过了风以后，哎，高弟得让咱们家铁铁过来跟我一起那个啥，跟我一起抓。我自己你说我这一块的，我哪天能抓满？哎呀妈，抓不完的。等会潮水上了以后，它又回归于大海了。就关键这只小的回归就回归吧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些迷你版的小梭子蟹特别多，迷你版的小梭子蟹，是不是贼哇塞？握沙也特别快，握沙贼快了，看到没？没有，别走了，说不定还让我们家猴子带你回家起锅烧油呢。这一块小白虾。
特别多。那里特别香，这天鱼的话油炸一下也特别香。